七点二台地通过后，发电时系迎来个浓烈浪来。今明夜有一道的灾民向我转去复卡，就离开个安置个使用中心，暂时转去复卡整理环境。参观发电县政府的团队，那些使用所来说明救助的措施，还佫提醒有灾害损失的民众要保留相片来做申请灾害津贴，还佫感谢个证明。门口村内个玻璃隧道一奈弄黑，落起路卡看到个就黑，开个倒下来，东西跌到之内。过一年灾民在个面道强震一次又一震，很黑，会出墙。就是这边就里面墙壁裂掉了，哎呀，它里面东倒西歪了。希望大家还是多注意哈，因为余震真的是这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。隔壁街路个景象，妈妈过好。一通发生过后，街道二个木个就冲安尼打车车，还个壁避开来，甚至还有沿路卡用砖的起个壁，规个跌下来，干草个打到面面。不过就算安尼，也见人家上讲过，发现国家有地图也无买个。我都习惯啦，以前地震都习惯啦，啊，这次还算小嘞。发电时在青阳村，灾民最关心的就是山内爱用的救助。发电严重，局处首长向烟民表示，为照扫墓的阳村长土无相同，每三年发放10,000到40,000的赈灾救助金。还有经过民众、村里长、跟乡镇公所同步做围猎过后，烟府会委托建筑师现场勘查，评估敢爱拆除、整修，也是补强，避免再个有唔好的事情。的处理方式，我们马上就会去按照我们的这个任务编组，请我们的建筑师跟我们的这个土木技师，马上就是案件分派出去，大家就会去做这个紧急评估。烟府提醒，黑公路在顺，记得要协商做登记，安内过后申请灾害津贴跟减税，公民向阿合作做第二轨道，两千成法。客家新闻林柏源、陈玉贤，花莲报道。